廖小贝行凶计划不负不顺，亲自出马，率领两代首长以四十尊驾杀雄有能力顶。苏焕金今日莫会亲自出手，因以有能情将军东百众宰出，说不欺凌将领之官。杀！杀！人才盖世红，能不能将有脑情逼毁？一下获胜，这样修者必雄数分金，满足修者独挑我是红牛。这些尊教为主雄一金一十零教。金库苏焕金心修一万，雄在天之轻生，那就要看谁一个一丢了。有心修好本雄，这点不必先听。救命！十四龙以修炼，暗中窜进魔殿，准备献祭毁掉魔魂本体。奇怪呢，那几次去呢，就忽然窜进了。有该知的官全部出动，我起来应该受妖蛇处理。不管了，本体在此，咱来把时机呢。我提着信。稳定前进，莫恨哪进啊！架动两军准备挡秋之时，一道红带剑体高位，把谢龙与谢无量同时中枪。难中计呢！围起来！救起来呢！救起来呢！可是你的时机够用。雄在天地之间，进进进，有哪里顶起来才分进？做环境以我是红牛，被雄两代修成，相逢几过冲动。银河山相完对熊四十尊教南昆雄号以地球动极多对熊破损地铁彼得能让出席经济不动。为红色教不给东西，你以为有用？暗箭如霞，永远难动。妖火十四龙，五郎连枪，发出毙命一击。妖精机会，一轮回将。哦，啊！
穿裤子，好恐怖的破身呐！回收！起来！一刀相击。正当众人渐渐远离破损本体，用下之之手扬中，速度离近，破空而出。但是，怎么可能？快离开！不念啊！你紧走呐，紧走呐！我不点自杀，来迎接。是是。关公。莫不这些怒发冲顶啊！祭奠十四龙，风雨一定，文龙最后的时将，怒发冲顶。但是如侠却毫发无伤，十四龙性情之徒，说不定。啊Thank you.